好，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典故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来，引斗灯。引斗灯呢，还有另外一个特色，拼阵头。以前人是械斗，现在的人呢很聪明哈，因为我们长辈有交代，就是不要再械斗了，我们这个和平共存，要拼呢，不要顶头了，不要顶头了，不要顶头。一开始呢是这个阵头在带领，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，还要交接下来，由下一个阵头来带领。但是在交接的过程当中，大家就要斗了，看你的北管吹的比较厉害呢，还是我的阵头呢操的比较漂亮。在这个时候就会斗得很凶，斗得很凶不是说打架了，他把他自己的阵头哈最棒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，跟输狼输丁啊，对不对？所有的民众就会看到哇，最最精彩的表演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不喜欢的话，也欢迎留言批评指教哦。